师弟们啊，甭说那平民百姓了，就是那满朝文武全算上，谁要敢碰到我悟空大哥一根汗毛，他得给我跪着扶起来。那是啊，那是啊。睡不香，要唤我奉旨出京为父私访，访的是明月一河沸腾这一方。大风长起在那青徐安大人，拐过这条小路就快到武红蔡少饼要抢亲的迎仙桥了。啊呀，那咱们快点上轿吧，这轿颠得我身子骨都快散架子了，还不让我伸伸胳膊松松腿儿。哟，瞧您说的，您想伸个背松腿的，谁敢不许呀？可话又说回来，万一让武家的人看出来您不是萧慧娘，那成败豪强的计谋可就要泡汤了。巡案大人，苏兰仙姐姐说的对呀，前面眨眼就到啊。是啊是啊，您呐还是好好的当您的新娘子吧。二位爷，迎亲的队伍来了。好喵好喵好喵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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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母亲，你快看，你快看呐！二爸，哎，你们是干什么的啊？横鼻子立眼，一看就不像什么好人。哼，好狗还不挡道呢，你们懂不懂啊？你这是跟谁说话呢？你把你的两个眼睛安在脑后门上，仔细瞧瞧，这两位爷是谁？你眼睛瞎，想找死啊你啊！你这是跟谁说话呢？你眼瞎呀？你想找死啊？这小娘们他妈谁呀？说话口气还真不小。是，这是从哪个地方里钻出来的漂亮的小娘们啊？啊？哎呀，不光是脸蛋长得漂亮，口齿伶俐，还嘎不溜丢脆，可就是有眼无珠。怎么的？连蔡爷跟五爷，你都不认得呀？哎呀，你他妈打我！大哥他打我！兄弟，上！我上！蔡爷息怒，蔡爷息怒，这是我家下人，不懂规矩，要打您就打我吧。我他妈那这么说，你懂规矩？我问你，轿子里坐的什么人？在下的新婚娘子，姓甚名谁？萧氏惠娘。你大胆！你个混账的东西！想那萧辉娘乃是五爷我宙斯夜想之人，你竟敢夺我所爱！你撒什么野？说得好，今天这个野，五爷我就撒定了。你，是谁在这里撒野呀？兄弟，大哥，这也不是萧辉娘啊。大哥，你看这娘们啊，这小脸蛋长得那可真是五官端正，眉清目秀，不胖不瘦，有骨头有肉，可比那萧惠娘亮气多了。这个俏佳人啊，胜过那萧惠娘，看你我这心里耶，一个劲儿的痒的慌啊！你看他两道峨眉，如呀如弯月呀！你看他一双大眼哎，水灵灵的水汪汪啊！好吃啊，赛呀马赛嫦娥呀，你看他呀，抿嘴一笑啊，哎哎，好似水仙花啊，花儿开呀，哎盆儿呀嘛，盆盆香哎，定是那九天仙女来把那凡尘下耶。五重大哥耶，他就配呀，配呀，配呀嘛配鸳鸯啊！哎呀，大哥，嗯，这个小娘们就归你了，嗯，那萧惠娘就归小爹我打理了呗。行，大哥讲究。看看这只害人狐，悄悄那条是雪狼，自以为城中有人可以好乘凉，手眼通天无法计，为非作歹乱纲常，且看我怎么制服这
小娘子，五爷我特地前来迎娶你回府。哼，抬走。哎，上。慢，你真的想娶我？想啊，做梦都想啊。我家小姐虽算不上什么大家闺秀，可也是小家碧玉，她知书达理，蕙质兰心，你们也不能说抬走就这么给抬走了呀。你想跟我大哥谈条件？你个小丫头蛋子，不就是耍心眼儿想要点条件吗？说吧，这天上飞的，地上跑的，水里游的，还有满仓的金银财宝，你要啥小爷我都给你。哟，我们家小姐呀，从大清早起忙活到现在，口干舌燥，大爷您要听我们说条件呢，是不是得先上杯热茶来，让我家小姐先润润嗓子呀？好说好说，请您慢点，请请。快现茶，给小姐现茶，快快现茶，快。慢着慢着，我说二位爷，你们这光献茶可不行，他想，他想怎样？快说。我们家小姐呀，不但渴得口干舌燥，还饿得前腔塌后腔了，你想啊，饿着肚子怎么跟大爷您成亲呢？他是想弄碗面吃。哎呀，我当时要个什么了不得的说法呢？哎呀，这么水灵的小娘们儿，别说弄一碗面吃，就是弄个十大碟子八大碗的山珍海味儿，那不也是芥菜缨子出咸菜缸？怎么的？小菜一碟吗？来人呐，在。慢，我要的这碗面可不是你们说的那碗面。我要你呀，原来天上的月亮当当我，我要你用嫦娥儿的桂花宝树做柴火，我要你摘下太阳当鸡蛋，使劲给我往那果芽儿上磕，我要你呀，蓬莱太湖的水呀，还有天上银河，搬来那三山五岳当面托，给我包溜溜的小城刀削面，一片一片往那锅里搁，我还要你呀，把满天的星星当作墨，抛下龙王爷的胡须来炸锅。不是戏耍小爷我吗？你到底想干啥？说。我要你不再欺压众百姓，我要你跪地祈求上王圣，我要你
公堂之上受审讯，我要你知道，无法无天罪难容。什么？想让五爷我给你下跪，还想让我上公堂受审？哼！墙上挂个花花溜溜的小帘子，没门！你平日里打家劫舍、卖官鬻爵、鱼肉百姓、制造冤案、探赃枉法，不对你绳之于法，天理不容。你他妈好大胆呐！你大胆！他妈的，五爷我给你们脸，你们却往鼻子上抓呢，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来人，把这个小娘们给我塞进轿内。抬回府，大哥，还有他呢。把这个小丫头也给我捆了。你带走。哦。母亲，你快看，那一狼一虎开始对巡案大人动粗了。大胆！来人呐！有。圣上御赐的尚方宝剑在此，你们看。小爷我是武梁王的儿子，是当今圣上的侄孙子，你们小心我把你们满门抄斩。拿下。啊，谢杨环奉旨出京巡查无疆，一路上所作所为，让我心只怕东窗事发难遮挡，怕只怕后院起火连累我遭殃啊，哎，连累我遭殃。来人，在，快请左御史忠臣来俊臣过府议事。遵命。武红蔡少炳上堂。武红蔡少炳上堂。走。跪。滚。哼，你们三人状告武蔡两公子何罪呀？大人呐，小生我自幼苦读孤山上啊，青梅竹马钟爱小灰娘，不料想灾祸从天降，武红贼丧心病狂逞豪强啊呀，陆俊杰，你个混账王八蛋，你敢骂人？大哥，啊，他骂咱俩，你敢骂我们？简直是和尚打伞，你无法无天，就是。住口！哎呀，你们两个就少说两句吧。你们起来说话。多谢大人。那一日我庙里举金香啊，
动脚心不良，还悄悄尾随我家去，凶神恶煞逼迫我爹娘。气愤交加，一命亡啊！哎呀，我那可怜的爹和娘啊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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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群安。就凭我们武家小爷跟他动手动脚，哼，那不是抬举他吗？啊，放肆！接着讲下去。公子，他们所言可是真情？假话，全是假话，假的。这老太太肯定是发高烧吃错药了。那萧慧娘，她不过是我家新买来的一个丫头。对，新买的。你家新买的丫头？对呀。你难道不知道本朝法律不许买卖良家妇女为奴作婢的吗？王爷您多虑了，这如今大唐乃是你武家的天下，您又是天官尚书，难道您还怕一个小小的巡案不成？那个小女子是一根筋，人准的路十头老牛也拉不回呀、啊！拉不回，我就不拉。我要让他一头栽到悬崖底下，摔他个头破血流，死无葬身之地。五公子，看起来你强强有夫之妇是确凿有据的了。确凿有据又怎么样？是啊。武红，你与蔡少平公然违背我大唐律法，难道你就没有一丝悔过之意？我说徐案大人，你可真是洗脸盆里扎猛子，你不知深浅呢。就是。住口！大哥，你问问他当谁家的徐案。
对，谢小环，我且问你，你当的是谁家的巡案？说。本院当的是当今大唐朝廷的巡案。那你就得识相点，知道吗？当今朝廷是谁家的不？谢瑶环，你既做的是俺武家的官，就应该替俺武家办事儿。对，你怎么吃里扒外帮助其刁民来了？说。哼，武公子。去。武公子你大胆。本院奉旨巡案江南，上为朝廷办事，下为百姓分忧。你丈夫是欺压百姓，本院不但有所耳闻，大唐之上竟敢如此刁蛮放肆，如何容得？你容不得，又敢把五爷我怎么样？就是，哼，你不过是个小小的巡案，一条母泥鳅，连条公的也算不上。五爷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掀起多大的风浪来。就是，你敢动挡我大哥一根汗毛吗？你动，你动！你们休得狂妄！岂不闻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？哼！天真，可笑，滑稽，幼稚。你知不知道？站在你眼前的这二位爷敢把天捅出个大窟窿，哼，大哥就别跟他啰嗦了，这满朝文武上上下下，高的矮的胖的瘦的，有官大有官小的，我见得多了，这娘们不替咱们办事儿，咱们就毁了他。对，咱们毁了他。你干啥？好，公子。平民百姓受熬尽我不信，螳臂挡车路能断我不信，浮云蔽日月不圆我不信，恶鬼横行无人管我不信，乌鸦翅膀能遮天遮得一身光，也要把豪强见不平民分心不甘，我的心不甘啊啊啊啊啊来人呐！把武红给我绑了！谢大人，谢巡案。出京师圣上与本院要按例行事之法言，先斩后奏群在手，公孙孙不容管，二贼掠迹人攻坚，杀人偿命。法在先，让蔡少平先尝上方剑，推出去斩。啊！大哥救命啊！大哥救命啊！大哥，大哥！什么？杀我们哥俩？你敢？啊！谢大人，谢巡案。禀大人，蔡少平已斩首。把武红推了出去。大人，巡案大人，你劣迹斑斑，罪在不赦，本钦差岂能饶你？哎呀，巡安大人，念及您与我父同殿微臣，你就饶了我这条狗命，以后我再也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大人，武红他虽大闹公堂，可他并未像蔡少平那样杀死两个侍卫，他既已认错，还请大人网开一面。
呢？不，武大人，我实在难以从命了。大人，我早已说过，三吴大帝还有许多冤狱待你平反，还有众多豪强等你惩治。你小不忍则乱大谋啊！嗨，也罢，看在武大人讲情的份上，我且饶你不死，但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来人，有，拉出去，重责40大板。啊，多谢许安大人不杀之恩。你是诸城可怀正作坊，一条烂鱼可怀满锅汤，生色犬马已成名，纨绔子弟难做良，眼见得豪门贵戚齐拜行，耳听得明月飞天满不疆，不要我怒满腔还有伤，同心几手又同心齐手，我有你是大唐，同堂之上明镜悬，照出百姓幸福好门。王爷，来君臣来大人觐见。快请，快请。王爷，来大人，那西若环把你外甥蔡少平给杀了，你可知道？下官知道了。我姐姐就那么一根独苗，整天在家哭得昏天黑地，死去活来呀。这个谢瑶环，一个女流，出手他这么狠。王爷，他杀了蔡少炳还不算，也没把王爷您当回事啊。
那打狗还得看主人呢，他把你家小爷打得遍体鳞伤，这不明摆着给王爷您好瞧吗？现今他又乔装打扮跑到太湖乱民当中明察暗访，这不给王爷您上眼药设陷阱吗？回江山呐、啊，铁骨铮铮，敢把公平正义担，他只怕当今圣上不睁眼，他只怕权臣奸佞乱弄权呐、啊，哎呀，皇亲国戚我不管，只认国法大如天。我手中我有尚方宝剑，愿用它搏一千日，为今日成贪官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谢呀环，本官在这恭候你多时了。来人，报！休得无礼！谢玄案，谢大人在此。武王爷在此，你们俩还不赶快跪拜？武大人、来大人，你们缘何在此？谢瑶环，我们缘何在此？你心里不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吗？来人、啊，把这两个乱臣贼子统统给我拿下！慢着，谢巡案有尚方宝剑在此，武王爷手里有圣上御赐的紫金玉杖在此、啊，统统拿下！你，谢谢、啊。
沉默十多日，音讯全无。何人喧哗？何人喧哗？启禀圣上，门外有数千三五百姓，头顶香盘，从四面八方涌到宫门口，为谢瑶环、谢寻案喊冤叫屈来了。哦，谢瑶环冤在哪里？屈从何来？圣上，老臣闻报，那武梁王和来俊臣已经把谢寻案打入死牢。什么？朕只让他们去查证一下传言，谁让他们囚禁钦差大臣的？圣上，不单囚禁，还滥用酷刑，那谢瑶环已经命悬一线了。谢瑶环，你说还是不说？来人，有大刑伺候，请他入瓮。啊！自从妖怪入牢，见生死早已，等心态任他千般酷刑，借用鞭让我服软。最后问你一遍，你招还是不招？即便是你贼将我插火光，一身包裹啊，何惧父皇权？爹娘，恕女儿不能忠孝两全了。来人，令我走。啊，大人，大人，你这么用刑，万一弄死了钦差大臣，圣上若是怪罪下来，我们如何是好啊？是啊，那可不是小事儿啊。哼，吴大人，我听说你常常派人到党狱去给谢瑶和疗伤送吃的，此事可是当真？禀大人，想那谢瑶环乃是圣上钦点江南巡案，下官是怕来大人还没有拿到口供之前，若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们可谁都吃罪不起呀。哼，苏州府说的在理，来大人，唯有那谢瑶环认了谋反之罪，本王爷才敢杀他。王爷请放心，迄今为止，自本官理刑以来，还没有犯官能挺得住我的大刑。报！禀大人，有数千苏州百姓朝这儿涌来，为谢瑶环喊冤。啊！乱官驱散。还有啸居太湖的数万乱民，已逼近苏州城下，要抢谢瑶环，请诛来大人。什么？请王爷速速调兵剿灭乱匪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！红儿，怎么了？圣上的御驾正朝
苏州城而来。啊！启禀圣上，这就是来俊臣要对谢巡案用刑的火瓮。啊！圣上，他们经常依靠酷刑罗织罪名，残害忠良。快快有请江南巡案谢瑶环。宣江南巡案谢瑶环见驾。圣上谢爱卿。一见瑶环满身伤，不由我回馈交将，气满腔。宣武三司来俊臣武洪见驾。武三司来俊臣武洪见驾。顾皇，侄儿武三司携小儿武洪见驾。微臣来俊臣见驾。饶他一条狗命吧。住口！朕一路上已然查明，你纵容武洪胡作非为，不顾百姓家破人亡，弄得民不聊生，使三五百姓积怨于朕，朕如何容得与他杀无赦？遵旨。来人，有，把武侯推出去斩。啊！爹。
快从圣上开恩，就宽恕你这个侄孙吧。岂不知朕对违法乱纪之人，即便是亲生之子，亦不宽宥。来俊臣，臣在。朕已查明，你这贼子，素以逼供为趣，以施暴为训，以杀人为乐，以作恶为荣。你还欺上压下，穷张暴敛，积下天怒人怨不说，还严刑拷打朝廷钦差，险些置谢瑶环于死命，你可知罪？哎呀，圣上啊，微臣乃是一位知法度的人，怎能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啊？朕闻得你审问周兴之时，周兴不招，你便请他入瓮。来人，有，也把这来俊臣给朕插进火锅。哎呀，圣上，你不必用刑，我全招。我干的那些事儿都是五粮帮他逼我干的。你这条疯狗，你怎么乱咬人？谢爱卿，你说来俊臣他该如何处置？哎呀，谢谢，饶我一条狗命吧，求。圣上，虽说来俊臣是个酷吏，作恶多端，但臣恳请圣上不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先将他押入大牢，容微臣依照大唐律法细细查明，再做定夺。准奏。来人，把来俊臣押入大牢。圣上饶命啊，圣上。哎呀，圣上饶命啊。父皇，使人认罪，祈求孤皇饶命。褫夺武三思的紫金玉杖，免去天官尚书之职。谢孤皇天恩。谢爱卿，朕真的没想到你一个文弱女子竟如此铁骨铮铮，刚直不阿。圣上啊，自古道仰用你大欢，包青山无比成贪玩，臣满身伤痛只为惨，臣眼里流泪圣上，臣为官一任，理应造福一方，怎忍见权臣酷吏和豪门庶子鱼肉百姓？说得好，有你这样的耿介之臣，乃我大唐之幸。谢爱卿。巡查天下昌盛，百姓